咱今仔日就是一种的，咱变老了嘛。啊，你啊，拢控钱控伊，我咧控伊啊，我咧控伊，你十几万啦，你二十万、三十万啦，你拢控伊来不要紧。啊，你就出来，较早你就出哦，你看，控伊啦，不公伊啦，公国民党啊，怎啊怎啊。啊，即摆哦，咱即摆以后拢看会变，换国民党。我说啊，你个哦，你最近过几年，恶斗拢是安尼嘛。来，盲从式的传承，自己国家自己叫的，谁会叫错的？对啊，自己国家自己叫，大家高一百点五啊，虽然对国王部这个没算过，自己国家自己叫，你是你们的国家，你们自己救啊，还要叫台湾人来救他们的国家，要叫被占领地的人民去救他们占领者的国家，哦，啊，真够简单啊，台湾人真够不丰富，对人足好宽待，外地来啊，你也有外地来的朋友吼，你拢。好安排伊，咱就是上好食、上好个方法安排。咱当然本身即个，但是即个物件会让你有政治个利用，哦，政治个利用。啊，咱嘛听着对啊。你甲看，咱咧讲，他多一口，我说你大陆人、台湾人就讲咧分化，啊，即个人讲这个人讲伊分化，无呢？媒体袂讲伊分化呢？咱当然咧分的时候。分你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的时候，等于说，那你不要操弄族群啊，不要做分化啊。按了一共的不要变呢，一共那是跟黄民的后裔的不要变呢，按了怎么分化呢？那怎样可能处理得位了？媒体权嘛是掌握在他们的手上，阿妈共同在因的嘛。所以台湾人其实并无实际上，除了咱台湾政府去国际、去美国开的国际会议、记者会议嘛。无其他的管道，真正本土台湾人的声音在那些上面发生啊？没有啊，那都变是有，没有啊。你像那个熊本大地震的时候，对美国，你不发声的遐代表人，遐拢不是本土台湾人，肯定的嘛。啊，中国现象，咱就是食摕这边机啊，有无？我讲这台湾人，连对对来。面对的啦，嘛是中国啊，中国无法放心。三太子，你老爸怎啊？嘿啊，啊嘛中国来敢是？台湾人的心面对一个本土台湾人，敢有？无呢？马国哥未来？对啊，不做对不对？用我们有一点的就是由印度来的，对不对？咱是讲，不土的不是呢，耶稣从哪里来？从天顶来，耶稣以色列人，对不对？犹太人，哦，所以他说所谓的那个宗教崇拜的对象，大部分都是外来，哪有本土？没有本土的啦，啊，就咱有讲的嘛，甲你占领，甲你。一点征服了，就是改变你的信仰，改变你的那种生活习惯，那种叫做殖民，哦，啊殖民，破坏拢有嘛，但是你若来搞殖民，我的生活水准变好，我的生活惯习变好，我的文明提升，我的经济变好，安尼有啥物唔好诶？做好嘛，但是我本来做好，啊你来搞殖民了，我变做歹，安尼当然难歹啊。哦，所以中国文化嘛真好部分，但是你真好部分我拢看袂到，拢是你嘴咧讲，啊，结果我看到拢是你讲真好部分的反面，在颠倒变，有无？即点我就要讲嘛，即个台湾人无看袂到台湾人倒位是安怎？一群欧美的外国人，摕着中华民国的人民流亡旗，伫。咱在日本帝国起的总督府头前，看下伊爱倒，当然在倒位，无台湾呢。你嘛是啦，你若看到这种物件，国际上你看到这种物件，你也留下来留学生啊，留学生吼，我记忆着，感动流目屎，真正台湾人走出来。以前中华民国旗是一个，以前中华民国国徽是一个，国歌是一个，
伊国国歌就是迄个国歌，伊代表迄个国歌吼，国家的迄、那个诶，迄、那个地理，也是讲迄个国家的迄个属性，会伫迄个国歌内底表现出来嘛。所以你啊看，哦，啥物亿万年呐、啊，五族啦、啊，啥物三民演，这个是地理位置嘛，昆仑天啥物话吼，啊，这有小可较含。哦，中国雄立宇宙间是啥物物件？宇宙当然中国尔。不过最近都有一个消息，讲因为哦十三亿人公投美国成为他们的领土了，才讲是网络有聊留言的哈、哦，网络留言他们要公投美国成为他们的领土了。第二个，你若讲必然从现在必输赢呢？哦，现在必输赢呢？你看，这用党歌当作咱的国歌，所以来台湾一套。台湾民国假的物件来，伊都拿一个假旗，哦，假国，所谓的国徽，假的拢假的啊，都给你，你要什么都给你，啊，你就相信他了，啊，信了七十年，我们今天就变这样。有人讲，啊，即马台湾做民主啊，做自由啊，他有啥物通好改革，啥物革命呢？你民政府咧创啥物话？咱大家，你咧爱食啥物头路，就食啥物头路啊，无人逼你啊，你也毋是奴隶啊。社会当然社会无公平，咱也是咱咧追求啊，嘿。啊，我若要追求18%，大家拢18%，敢有可能？啊无，咱追求公平，甲18%取消，敢有公平？敢有可能？啊，这个物件，伊讲咱拢爱分彼此嘛，啊18%给了你就分出来啦，敢毋是？所以，足侪人看无遮远啦，想袂到遐侪啊。啊，有的人，但不到台湾人，即卖有诶活伫足基层，是拾荒，也是讲资源回收在生活的，哦，生活的。啊，有人活伫足关在，伊一年出国十几摆，伊当然无感觉讲有啥物无好嘛，因为伊伫足关在个所在，啊，所以即个真正爱看啦。来，我们看一下那个影片三 C， 那看一下网红安怎看台湾嘛，好。后坐力也是蛮强的。
呢，就是先前在2015年1月1号的时候，是我方和美方在双向园举行了元旦升旗典礼，更号称是台美双方断交三十六年来的首次。没想到大陆方面是进行抗议，美国国务院也做出了回应。Not know about the January 1st flag raising at Twin Oaks in advance. The ceremony is not consistent with U.S. policy. We remain fully committed to the U.S. One China policy based on the free communiques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No U.S. government personnel attended the event in any capacity. 好，刚才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他是低头看着稿面，看得出来是有备而来。他在记者提问之下，就表示说，双向原升旗的确违反了美国的一中政策。而此外，驻美代表处在台美断交36年来之后，首次的举行双向原的元旦升旗典礼，已经引发大陆外交部的抗议，同时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美国。伊一直甲台湾人讲一件代志，伊维持一个中国政策。台湾人拢听我，台湾人无迄个感觉。台湾人一直感觉美国袂使安尼做，美国要检讨一个中国政策，要与台湾建交。虽然台湾人想想咧，但是美国的眼中无台湾人，无台湾政府啦。只有一个对中国来台湾台北的流亡政权，叫做中华台北。啊，这个是政府的哦，这不是黑白讲的。啊，但是呢，咱拢一直把这个中华民国政府流亡政权政府当作咱台湾政府，就是这条新烟线切袂断啊。啊，所以咱伫内底咧滚架，美国众议员伊讲吼。英文的文法变成什么，所以就有些话也空。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这句话是虚构的啦。伊甲普通台湾人讲啊，讲台湾不是中国的啦。伊意思是安尼讲的，但是伊嘛无讲是啥物人，无讲是啥物人。再来，咱拢就是这种直接戳破民进党的谎言啊！民进党说台湾等于中国，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民国人当然讲全错了，中华民国不是国家，伊只是一个，多年以来未解决、尚待解决的问题啦。啊，现在美国双向圆升旗典礼没有美国官员参加，因为当美国官员参加的时候，就等于承认你这个政府是合法的。啊，现在违反一中政原则，因为和台湾独立。也是讲，予即个中华台北就地合法，就是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会变成两个中国啦，会造出来啦。啊，你讲予台湾独立，其实今仔日南美国同意予台湾独立，独立的并不是台湾哦，独立的是即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甲中华民国变成两个中国哦，不是安尼哦，咱叫是台湾，不是呢，是中华。迄、那个中华民国伫遮会投票，伊伫流亡的所在投票，即个袂使就地合法啦。因为这条若会通的话啦，咱中国想出侪来，伊三五天派一个流亡政权去到纽约，安尼就投票；三五天派一个迄、那个去到伦敦去啊投票，啊，全世界拢变中国个啦。所以国际法伊有一定的限制甲条，迄个。掉泪的地儿，沈女巡抵双向远之后，一共台湾台美只有关系没有外交。他断名片哦，被我驳了。台美断交36年，全部台湾台美靠断交，无呢？台美靠断交，中华民国跟美国断交，不是台湾跟美国断交，因为台湾是占领地，怎么有跟美国建交？啊，那想想，我有看到黑了。要明天你若看到台独两字吼，你就要甲解过，中华民国独立安尼，你就知影。民进党即卖就是要做这个动作啦，伊要甲流氓政权开就地合法啦，伊要合并迄个中华民国直接开变作是独立的国状态啦。但是伊这是违法的，所以吼，中共全程跳起来咯，不许独立，
不是台独，其实伊咧讲的台是指中华民国在台北这个政权所成立的这个范围，懂没懂？啊，所以咱咧讲，袂使台独，袂使台独，因为台独已经无国际法的路线通去行，我等下会先落来看。啊，中华民国甲台湾这两个名词拢亲像交叉人叉在伊，所以你若看媒体，你若看什么变化，你就知影。哦，先看台湾国，你就知影。福建省当然啦，中国啊，
那不是啊，无要住哪里？后来外交部各都处理啊，因为那是属于电脑的问题啊。电脑的问题，啊，电脑谁设定的？人设定的嘛，对不对？啊，盖鬼人没问题嘛，是不是？问题再来咩？要盖跟你讲。金门、马祖属福建，国籍属中国啊？请问你要改哪一国？如果电脑的问题，所以外国人是真清楚的哦，因为电脑很清楚哦。啊，那李贵公 ，AIP 灭于事实，因整个中华民国体制一直都在灭于事实，一直告别那边的灭于事实的是这边人啊。啊，台湾人为人知影，就是灭于事实，甲良心伊就无爱讲。啊，这是多数人唔知影。那咱先提升咱的观察力，哦，我们先要提升我们的观察力。来，我看过这张了，我看这张了，我们看一下这两张有什么不一样。提升一下我们的观察力，我稍微补两。先拿一个中国人来到台湾。伊教育咱怨恨日本，啊，伊阁是日本教育，啊，毋是伊无毕业，伊伫遐受挫败啊。张吼，你着逐个看啥物？看新闻上头尾，有无共无？哦，你甲你算嘛？我们要查验一个东西的真伪的时候，第一点就是出发点。我一直看在什么话，哎，看你们赶快，我只要找到一个我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再来验证我的出发点对不对嘛？哦，啊，出发点如果对的话，那我就可以判断对方对不对。啊，我想剩我家己的身份证号码，再加上数字，英文加数字。十个号码，那、啊、这个几个号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号码。哎，怎么只有九个？再来，啊，这个怎么会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怎么八个？到底哪一张是真的？再呢，我再去查，比较像嘛。中华民国五十四年啊，啊，来去查，查讲中华民国五十四年的时阵，伊的身份证号码是几码？后来才知影是这九码。啊，这是改，啊，所以你甲看，这字较来无，对无？啊，这字较无无，对无？所以你要判断哦，这一个比较接近真实的原本，但是我不能确定它是真实的，因为你无第二个参考。但是我把它都要设定一个出发原点，我自己的身份证，哎，我就可以判断了。好，我再来检验我的身份证，哦，原来身份证后来有变长，数字有变长，好，再来。叫一只人无共款讲，诶，物件了咱，拢作像对不对？看出来，一只有一条啊，嘛看出来，就算问题。伊讲可以看到将近二十公分的深度，啊，这是真个。第一张笑，这是笑呢？温度计啊，你看知影呢？二十公分，你媒体互咱看物件。你会看到伊的图片、文字、甲伊的语言，迄个伊咧讲话，咱想在你这三种东西之间吼，视觉、听觉嘛，吼、哦，啊，这个物件在这边交叉使用，混乱你的视听哦，媒体有很强的影响力呐、啊。来，就这问题，伊讲吼，正车讲无护照进到高速内搭，搁一只正车有护照进。又看看正车往哪边？一个记者哦，伫游泳池边问小朋友：“你在这边玩什么啦？”伫游泳池边你要玩什么？当然玩水啊，我玩什么？记者问啥物问题？再来，三千公尺跑十二秒的，时速九百的，时速九百的，比波音计时机还强呢。三倍音速，你知道？
这人走三百英寸，要讲无了，哦，白写，哎，来，今年中秋是否满月？这几年中秋不满月？好，当年中秋嘛满月，对，我四逢嘛，都多少度点啊？那个是四逢。再来，第二款，最近来个一个新闻做头啦，啊，变做大家拢饿，啊，都赶快，都说变拢赶快，天牛翻身，天牛翻身，哇，啊，叫天牛翻身，天牛是啥物事？是一种塔，你知道吧？昆虫，是地牛翻身啊，不是天牛翻身，啊，变做伊只个教授，来，这啥物事呢？首波海啸，6:40抵达泰国，好、哦，阿公在惠州啦，阿公泰国家，那你惠州呢？在印度呢？泰国是几家呢？得力的有吗？我，在印度呢？我，斯里兰卡、泰国家，我，来。24字母不会写到940个，英文字母有几个？26个，可能他会写两个，好，就 O 跟 K 嘛 ，OK 两个，其他都不会写。来，妈妈的身体人家说是风中残烛，风中的烛体呢，还是撞风残烛？我老板就来下山了，来，8000年赚三万，何谈何谈？费钱你哦，你刚赚三万吗？好可怜，1800万人上海道，台湾2300万人，1800万还有2/3呀，2/3上海道啊，你看海道变成吗？还有他打批评，好、哦。啊！然后海啸起来，规个中国城变掉了。全台媒体记者 IQ 测试平均不及30。啊！你好，这不及30的操纵媒体，啊，然后在洗脑台湾，台湾怎么聪明呢？大家都嘛讲，电视愈看愈戆，新闻愈看愈呆。就台湾人，即马大部分的人拢戆呆。我刚才打开影都没接啊。对啊。你若无去思考，就会变安尼啊！啊，搁继续看吼。啊，我想这先我讲一下吼。你去 AI 你网站你来看，你若知影英文啦，你就会来看。因为网站就是，伊要申请免签的时阵，有一个次序，互你能快速知道你怎么申请。这中文你来看，你是否为美国公民？中文有美国公民的字。英文应该有一个公民，对不对？美国出生，香港学美国公民嘛，所以要看英文版的，对吧？但是英文应该是向着变英文版，但是中文点回来，它就变中文版。教师证 ，U.S. citizenship， 美国国籍啊。教师证，听吗 ？Where you from? In the United States， 哦，叫叫，哦 ，Your parents， 你双亲呐 ，U.S.Citizens 的公民，双亲有没有那个美国的国籍的，甚至美国的公民的？所以你看 ，citizen 这里的造出来 ，citizen 的是公民。来，你看这中文呢，你是否为台湾公民？有人讲啊，你看，美国 AID 已经承认我们台湾是个国家了，所以我们台湾有公民。美国的网站证明，一个你没看，来，你是否为台湾公民？持有电子护照以及身份证号码，是否台湾公民？快点嘛！英文登到了，你换来英文快点，都变成那样。叫做 e-passport， 没有什么台湾 citizen， 台湾什么 passport 和就是 e-passport。AIP 连承认你是中华民国护照，或者是你是台湾护照都不承认了。所以你两个看这物件，你根本能知嘛？就是叫出来一个字哦，台湾 national 国家 ，national 国民，国民。啊，所以你甲看，你如果你若翻译落，你会变哪样？基地真是国籍，基地真是公民 ，nation 嘛，国民，台湾无公民，
啊，无公民靠啥物公民投票？来，媒体人那种用这种物件哦，特别唤起本土台湾人的那种情感。你看，若咱本土台湾人的情感很丰富，很容易同情弱势，你知道吗？啊，你看这人多可怜啊！啊，怎啊？伊哎，讲啊，足可怜，足可怜，足可怜。啊，你诶，认同的提升，那你就会帮助他，赞助他。所以选举常常有这套，对不？哦，啊，选举在一开始大家咧做的时候拢平平，啊，到尾最后一礼拜开始变苛责。买新牌嘛，啊无就是学生人就念出来几落，哦，迄、那个公妈、孙、囝、某拢出来，全部拢归，啊就对，拢来这套的啊，都是玩这一套东西啊，我迄阵嘛去人做算过啊，第一算专车，哦，拜托，啊，拜托你新鲜的一票到啊，我恁是新鲜的专家票。哦，啊，我是在地主地，请你哦，好好啊，参加栽培。到阮登记第几号，啥物人？有无？台湾护照，没有台湾护照，靠台湾护照。中华民国护照。啊，落地哦，什么歧视这种物件，然后一直出来。那我们发现问题，没有去根究问题的原因。然后不去解决，然后一直在这个问题的恶性循环中。台女参访联合国出示中华民国护照遭拒，这是事实，因为连联合国都不承认这个东西啊。那现在变成大黑子的文豪，对不对？大一个台湾黑熊，大台湾狗就有效。我请问各位，如果贴一个护照里面哈，他贴了一张贴纸。导致那个贴纸真正的产生的效力有用，让人承认你是台湾人或台湾国。那请问，贴纸的效力比较大，还是护照的效力比较大？贴纸啊，是因为一张贴纸到来讲有效嘛，所以迄大贴纸的迄公司啊，是迄单位是搁较大，搁较厉害，是贴纸较厉害。不是护照，你护照无人承认，啊，若有一个单位，若发一个贴纸拢倒的，讲哎，这个无人承认，啊，是毋是贴纸较强？啊，贴纸若倒的，那变台湾国，敢袂使变美国？啊，做一个迄老兵啊，较倒的，啊，咱就变美国嘛，敢是？所以，你若讲无承认中华民国护照，就是无承认啦，这物件就是无存在啦。啊，咱人想袂通啊。啊，他出来就大贴纸啊，那现在开始那么点贴纸啊，无，那生贴纸啊，即嘛，连迄便利超商都那么生些啊，啊，咱跳不出来原来的思维啊，那唔知根本的源头问题源头在倒位，啊，唔去解决这个物件，啊，常常变这个表层啊，那部分呢？台湾人参访那个日内瓦联合国，然后被告知回去拿你的中国护照。免签计划就好像允许来自37个参与国，这个一你给他点下去，就会跑出这一个东西来。啊，这个东西哦，给大家看，哦，它是这个，就是这个一点下去，它会跑出一排字来。这里面就是37个国家。哎，有人就说，你看美国免签计划里面有台湾，台湾是一个国家，你这两天在讲的呢？我们没有去看原文，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呢？你在讲什么？这个免签计划哦。在提及这个国家之外，应包含台湾啊。所以国家之外，包含了这个台湾并不是被认定的国家啊。所以他在网站向全世界，甚至特别对中国宣称，一个中国政策，这是美国的坚持的一个中国政策。然后。美国自1979年以来，依据这个政策与台湾保持着非正式关系。这个非正式关系是什么？就是台美关系。所以你依据了你那上课，你来你课安尼慢慢来，甲听完你才讲，这课里面
台湾跟美国、跟日本、跟中国有一些法律上的关系牵制，并不是那么容易说啊、他说台湾是你的就是你的，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台美只有关系没有外交，你的工作啊。那这几个家，人家上课把这個观念直接拍破，啊，叫做做侪人接受啊，倒转去跟伊的朋友讲，台湾是国家，结果许人笑。咱有政府啊，咱有钱啊，咱有护照啊，咱有人民，咱有军队啊，咱是国家。一直以来拢毋是啊，因为咱用骗去啊，七十年咱用骗去啊。我讲你即摆是看人年十八拍你咧，干阿爸你目好红，所以你即摆要甲推翻，安尼敢是？有人安尼讲啊？你是毋是啊？你是是毋是安尼？我毋是安尼咧。因为这个东西是无公义的啊，同人讲嘛，我家己的父母饲袂起啊，我改六岁去饲连者，对不对？你讲这是公义，这有公平的吗？咱社会要安尼落去吗？咱代代子孙都要安尼吗？有人讲我无爱插政治啦，哦，有人讲有人安尼讲嘛，我你无爱插政治哦，啊你食油鸡的咁好。你吃的水不喝一下，可不可以？这就是政治啊。那哪样事情我们都不要吵，我们自己保持自己好就好。大家人都坏，你也不好。不要站出来嘛，知道不要站出来啊。我说我过去我都知道啊，你知道你就不站出来嘛，啊，不站出来没效啊，没开胆啊。啊，咱是先思想伫个，像我美国体制内，一直控奸哦，控奸了，一工个嘉年华会就走啊，无代志啊。啊，问题阁继续发生，敢毋是吗？啊，常常咧上海道，啊，台北嘛阁一百英里，常常咧道路交通管制，啊，你伫遐上海道，你也看啦，来台湾关系法内底，咱咧讲个台湾看。台湾关系法内底咧定义的台湾其实无共款，咱感觉台湾就是咱过去咱认知的台湾，但是台湾关系法甲咱讲啥物话？美国的观点，台湾这个定义是我美国人讲的，不是恁台湾人讲的，嘛不是中国人讲的，嘛不是中国人在台湾遐的人讲的，是我美国讲。啊，美国讲啥？台湾。哦，这个词将是情况需要，包括台湾及澎湖列岛，刚好金门马祖没哦，所以地理范围已经帮你限定好了，台湾跟澎湖这些群岛，这些岛上的人民呢，不是这些岛属于这些岛的人民，公司根据等等等等这些其他的团体机构，包含张明伟，1979年1月1号以前的。美国承认的这个中华民国台湾治理当局啊，咱今仔日所看到这个，咱叫是建户的这个物件，叫做台湾治理当局，不是台湾建户，嘛是中华民国建户啊，因中华民国已经消灭去了，所以在双向元升起的时候，他要企图恢复中华民国这个名义，不是台湾啊，所以一家公司去台美断交36年，不是台美断交36年。台湾以及其类美国跟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体断交36年，比较好像哦 ，The islands of Taiwan 哦 ，and the Pescadores, the people are， 我你看 ，the people on those islands，the people on those islands，on 就是你伫钓鱼这边头啊，恁是属于这土地啦，恁是 off， 就是属于这土地。哦，来，我们看一下影片七。历史关键时刻的自营台的独家专访，也传递了重大的信息。后来坐下来以后，我的问题都是一个一个涉及到的，让他慢慢进入情况。比如说，哎，对美国，我一开始说美国不是。都反对台独，不对，做并购的军售问题。我说台湾说你军售，你还给他们技术，有没有这个这回事？他说没有，讲了半天，我突然就问，我说台湾呢、啊？
在报纸上这里两天在报纸上说，哎，我不需要宣布独立啊，你美国人反对我独立，大陆反对我独立，我不需要独立，我已经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话又想都没有想，他就说台湾他随便怎么讲那是他的事儿，可是我美国从来不承认台湾是个独立的国家，不具备独立国家的主权。Our policy is clear.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not independent.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And that remains our policy, our firm policy. 这句话是对台湾是严重的一击。为什么？他从来不承认你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然后，主权在这个联合国把这个台湾驱逐出境，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定制的时候就讲了。现在中国的主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呢？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属于中国的，是吧？那这句话是不是严重的打击？所以呢，台湾当天股票掉了，两天掉了1000多亿，蒸发了1000多亿，台湾记者就很生气了。第二天在国务院，美国国务院的记者会上就说，鲍威尔是不是失言，是吧？那个所谓发言没有，我们美国立场一向如此。那这个话讲以后呢，这个影片哦，你也会晓看有无？伊讲联合国把台湾驱逐出去的时候，这个对，唔对呢？联合国什么时候把台湾驱逐联合国？台湾什么时候有加入联合国？没有啊。中华民国跟台湾这两个概念要断开哦，你没有断开，你看不懂他这个东西在讲什么。伊们鲍威尔讲，台湾说他不需要宣布独立，因为他就是独立的。他们第二，鲍威尔说，台湾不享有国家主权，台湾不能独立。伊咧讲啥物话？伊咧讲个台湾就是咧指台湾治理当局啦，就是1979年以前的迄个中华民国政权流亡在台北这个东西不能独立啦。啊，到底联合国是驱逐了谁？驱逐了谁？咱来看啊，谁退出联合国？我们要重解历史。OK， 资料给你看，啊，你不相信，那就算了。但是你要用你的理性去判断，你也可以去查证我所提供的证据，这都是你可以找得到的。来，谁退出联合国？1971年，我写的2758决议，这英文原版呢？英文的那个文件，中文呢让大家看，你要仔细去理解这个东西啊。1971年的时候，10月25号，第1976次全体会议里面决议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及对维护联合国的这些组织跟宪章不可缺少的，里面这上面总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以这边有一个政府跑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这个政府会派出一个代表，这代表什么？代表是联合国组织里面有一个旗帜叫做中国的这个旗帜，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他派了一个代表坐在联合国里面这个旗帜上面的这个旗帜叫做中国，它不叫中华民国，也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就叫中国，所以呢，这个物件有跟你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只是这个形式上这个名字叫做中国，叫做 China， 印是 ROC 嘛，是 PROC， 一直叫做 China，always China。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唯一合法代表。另外，在联合国里面组织的合法代表跟那个旗帜都一直叫中国啊，并立即
把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一切机构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三秘书，本来在日本馆的蒋介石的代表伊嘛叫做中国的代表，只不过伊即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伊本来承认中华民国的政府，后来即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的代表成为合法的，那坐在上面的就不合法，所以他称他为蒋介石代表。他不称他为中华民国代表，为什么？因为当他这么称呼的时候，会产生两个中国，所以就称他为蒋介石代表，这非法的。所以被驱逐的是谁？是蒋介石代表，蒋介石这个政权。但是伊等来人骗啊，讲汉贼不两立，有无？怕输招赢，讲话才来啊嘛。你怕输啊，照会赢。为什么中华民国一直教导我们要仇恨中共、共产党？为什么要教我们仇恨日本？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都是落败的，他都是战，都是失败者。啊，失败者他会在来到你面前博取你的同情。你看共产党多坏啊，多糟糕啊！那个斗争啊，红卫兵啊，他们都是什么清算啊？他应该来台湾，对他那边吗？哦，日本人多糟糕啊！上面鬼。其实我们祖先就是日本人，在国际法上面，他的那个国籍他就是日本人。过去我们的阿公阿妈那个时代，他们要出国也是拿大日本帝国的护照、旅行券出去的。他们在法律上的定义就是日本人，只是因为战争的缘故，我们这段历史跟我们的那些关系被这个法律给隔绝切断。一个中国是什么回事？来，那来看联合国的那个资料，联合国的资料，1945年联合国组织嘛，啊对，1946年、1947年他就开始有年历，每一年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会记录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哦 ，Ros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就是联合国的那个名单啊。你好，叫 China， 刚好像 Republic of China。无呢，就是写 China 呢。你啊看 ，USSR、United Kingdom、哦、United States， 这个是那个盟军嘛，五个常任理事国啊。1947、48都有 China， 对吧？这种是常任理事国啊。1948、49，你啊看1948、49，我特别的提出个。1948、49的时阵 ，China 叫一个市，你啊点来，你啊看，会造出100字，啊100字是啥物字？一百一的答案够了。1949年12月31号，有一个叫国民党啊，国民政府啦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这个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呢，迁到了台北，就是台湾岛。这个台湾岛以前叫福尔摩沙，迁到了台北来了。然后呢，在北京呢，有一个人民。人民共和国的中国，这个中央人民政府呢，它的首都呢在北京呢。1949年的时阵，中华人民共和国伫北京变做一个政权。1949年原来那南京的政权招来福尔摩沙的台北，啊，又是无政权啊，袂上。1949年。旧金山和平条约还没有签呢，台湾岛都还是日本的呢。后来说啊，签完现在日本放弃了啊。日本放弃了什么东西？新台湾这里面会讲，日本到底放弃了什么东西？不是咱想的那个什么主权，那其实咱对主权根本就不了解，那个是什么东西的。来，1951年，马来西亚一个中国嘛。1949年精神分裂了，中国精神分裂了，有进步两个进步嘛？哦，你也看，日本还没加入呢，日本还没加入联合国。你也看，1951年的时候，意大利、日本、佛利亚，那时阵干一个一个韩国，一个南韩北韩，一个韩国，这个空白就是他没有加入这个组织的啦。哦，跟早就有 WHO 啦，好。1952年，旧金山和平条约那一年，
日本也还没加入，也是一个中国啊。哦 ，HIJKJ 就是 Japan 啊。哦，你看名单里面没有日本，到1956年的时候日本才进来，有没有？嘛是一个中国啊。1971年的时候 ，China， 你敢看见一个中国吗？1971年的时候就发生了那一件事情。来，那来看啊、哦，1973年的时候，叫做这个是德国，哦，叫解德国，叫嘛解德国。德国同一年加入，两个德国呢？为什么没有一个德国政策？两个德国同时加入联合国啊？那显然没有一德政策，没有啊，没有这种东西啊。考瑞亚1955年，不，1991年。我甲大家讲一下吼，1971年爱看这张啦，这张啦，1971年的是2758决议决定回了联合国上面的位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的代表坐在中国的那个席次上面，哦，你看德国嘛吼，而且韩国啊，韩国同一年南北韩加入啊。没有一个韩国政策啊，他为什么有一个中国政策？台湾人脑筋没有打开，都一直死抱着中华民国，把它当中国。